Hello， 大家好，看看我们今天来到了哪里呢？大马路上，对面有高楼，还有小汽车，我最喜欢小汽车了。那我们一起来看看都有什么样的小汽车呢？这是一个哆啦 A 梦的小汽车，托马士的小汽车，还有一个这种小汽车。那今天的任务就是坐小汽车，我们把小汽车把地图填满。首先呢，需要用到模具了，然后用到彩泥。我们先把彩泥取出来，哇，好大一块。揉一揉，把它捏一捏，打开来放进去，使劲压下去，看多余的就会从上面出来了，使劲压下去，打开，用我的小美工刀把它取下来。我的小汽车可能需要给它美美容。看，好了一辆小汽车，我把小轱辘给它安上，后边多余的这块切掉。来看一看，我的小汽车坐好了，还会跑呢，跑喽！接下来看看，还有小汽车的模具，它会做出什么样的造型呢？拿出我的彩泥，取一部分。好啦，现在呀是要把它放进去了，之后用力压下去，要使劲的压，多余的我先把它取下来，打开，当当当，这是一辆摩托车。摩托车也要把它的边儿帮它修一修。小美工刀的本领特别大，可以用来取彩泥，也可以用来修它的图。现在我需要把它拿出来了。一辆漂亮的摩托车就做好了，把它放到这里。我们的人行路上不能放车。摩托车做好了，我这里呢还有一个模型，会做出什么型呢？用红色的来做。同样，我需要取出一块彩泥来，揉一揉，捏一捏。好了，捏好了，我现在需要把它装进模型里。轻轻的压一压，之后把它扣上喽。一二，劲儿。好，我现在把它打开，当当当，看是一辆什么车呢？大货车。需要我的美工刀来帮忙。给取出来，
把货车取出来，当当当，大货车就做好了。我们现在把它换上来。小汽车放到这里，大货车要拉着货去送货喽。滴滴滴滴，看，现在城市里的小汽车越来越多了。小朋友们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看红绿灯，然后呢要走斑马线。我的漂亮小汽车做好了，今天的活动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